是月。我们今天不开箱公仔。我们上礼拜不是说好要去喝出出名吗？我们上周不是啊？我冷静一下。干嘛也是这样？我们上周不是说要去喝良辰吉时的那个心理饮料，然后结果他好像开了没多久就倒了，因为他倒了嘛，所以我喝不到那饮料，我有点难过，在家里哭了79天。坚持一下做白日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京都念慈庵枇杷膏的奶茶。奶茶对啊，因为我觉得做奶茶哦有点单调，我说我们做鲜奶茶，因为鲜奶茶我觉得健康嘛。有牛奶，又有茶，又有茶，然后又很甜，甜，好吧，就是我们的主角，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就那么吃，真的吗？那现在来吃。红茶选定的是纯芝茶啊，因为我之前做鲜奶茶都是用纯芝茶，我之前的牛奶在我要去买的地方。就是没有看到，对，所以我后来选定了另一种更屌的，更屌的牛奶，对，就是更屌的牛奶，有多屌到？那这是我今天早上凌晨3点，我就跑去出入牧场，台东那个出入牧场，我亲手去给他挤那个牛奶，对，我挤那个牛奶，我拿来给大家看，我挤了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干嘛贴？你还贴啊？哎、欸，干嘛这样啊？好，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制作我们的枇杷膏鲜奶茶，好不好？好，首先要请到我们的杯子、饮料杯跟玩具总动员四的那个汤匙。叉子吧，啊，那是叉子啊，对，哎呀，我没看呐、啊，没看，你看过预告啊？哎、欸，没有，没有，我家没电视，等会，首先要先倒入我们的红茶，因为怎么样啊？非常优秀的挑饮料师都是用。红茶山吗？啊，红茶山，红茶山，然后鲜奶一，为什么3:1？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是钢棍谢师傅教我的黄金比例。真的这样加？这个奶，哇，真的这样加？对，我觉得可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哇，好重，好重的枇杷膏味哦。你有闻到吗？闻一下。好重哦！好，现在我们加入我们的枇杷膏。1是多少？一就是感觉。我觉得可以。那这杯就给我。啊，你调另外一杯。好，我们现在做第二杯。来。这是换我调吗？这是哇，你调你整罐都进去了吧？我怕你不够吃嘛。你知道这整罐进去，你知道这杯会发生什么化学变化吗？那个川贝枇杷膏的那个鲜奶茶冻，我自己来，3:1。有感啊！我上次得流感，在家里睡了79天。那应该是个死人吧？我后来又玩稳了。好，我们的那个鲜奶茶已经好，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做那个鲜奶茶有点不太好。我觉得不行。也不行啊，我觉得这样就很甜。我想要拉茶。你要拉茶？对，我想要拉茶。你会拉吗？我为了这个部影片，你知道吗？我布了27年之久。拿好、啊，来，3、2、1 ，Go！ 好了，我们刚刚
已经调配完我们的那个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鲜奶茶辣茶。拉完了，拉完了，刚刚拉的是自来水。好，我们现在来试喝，干杯。我这杯好重，真的？真的，我这杯有那个奶味，又有枇杷膏的味道，然后枇杷膏这次味道很重，只是红茶味道就比较不突出。哦，天啊，爽吗？好甜哦，太甜了吧？可是这样子我觉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今天做好奶茶，我想喝珍珠奶茶。你有煮珍珠哦？我等一下去买。2000 years later， 我刚去那饮料店，然后我就问老板，老板，你这里没有大麦珍珠？你知道老板说什么？应该没有卖吧？我就没有，老板回我，我们这边没有大麦的珍珠，我们的珍珠都 made in Taiwan。哈啊，所以珍珠呢？珍珠在这啊，我买那个枇杷膏口味的珍珠。京都念慈庵枇杷软头茶，你要加这个？对啊，这枇杷膏系列珍珠奶茶，要加吗？要加吗？不要吗？啊，你不要吗？我不要，我自己加。我帮你加。不要。哥。哎、欸，这样看真的很像珍珠啊！珍珠奶茶做好了，这是我们的川贝枇杷膏珍珠鲜奶茶。我们喝一口试试看啊。嗯，你的珍珠呢？太硬，太重，吸不起来。有了，有了，有了。硬啊！这个珍珠的 Q 度跟这个珍珠的软度很有嚼劲吗？哎、欸，我觉得可以，我们比。你真不让我。那我们今天的枇杷膏鲜奶茶有做成功，你说一下它有什么感觉？它其实刚第一杯的时候啊，一喝准备喝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枇杷膏的香味，喝下去的时候它的。枇杷膏味道是有凸显出来，问题是它的茶的味道就被拿下去。因为枇杷膏味道比较重。比较重。你知道这杯我当初在微搞的时候，我帮它起来的名字，不是都说它可以止咳吗？挂糖。所以我这杯的名堂就是润喉润味润爆你肛门之屌爆川贝枇杷膏鲜奶茶。因为枇杷膏那时候倒进去的时候，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其实它奶茶是变色。对。我觉得还蛮疗愈，疗愈，对啊，很爽。好，那搭配这个珍珠，黄金比例，我真的觉得可以。人家这是喉糖哎，明明就是喉糖，怎么是珍珠？就珍珠啊，我们不可以喝一般的珍珠，像我们这种非主流吗？非主流，对不对？非主流式的。第一次做实验就做出黑暗料，其实我是一直很想加入黑暗料的界，那你去吧。一直找不到他们的本部，在梁山伯、啊，不一样。星星喝吗？喝一口，喝一口，你喝看他的。你没有珍珠哦。是能喝还是不能喝？可以喝，可以喝，可以喝。我终于喝到是这样。Legendary。里面有那个珍珠啊，你要连珍珠一起喝。哎，因为这个珍珠吸不太起来。要不要？这个对啊，这是珍珠，珍珠啊，然后加奶茶喝，喜欢有没有味道？打到我喉咙中去。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一个赞，也可以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想要第一手看到影片，可以帮我开启一下小铃铛。我是好，我是月，拜拜，拜拜。